DJ Chris Johnson 强森。嘉瑞假传之后来一个三分出手，对很多球员来说可能要去适应的。对，这个球员做顶内的时候，这机会克拉没有投进。哦，又往前面，Chris Johnson还来吃到底，单手飞扣。哦，这里是前面Johnson在不进之后的一个快攻跑位啊。强森固定打一个三分，哇，这个大打小的机会，强森。哦，这边直接跳投得分。在外围哈，来一个三分是。看到一个哇，这边其实是没有守到他一个。蔡廷恩，蔡廷恩在第三节打蛮久的，这个助攻找到了 Chris Johnson， 来一个单手的飞身扣篮，我是一个最省力的一个防守的方式哦。哇，这个简单的走位要到了分数。其实富邦的一个体系啊，其实基本上徐总很喜欢用高后卫去过一个半场，那由五号去发动，其实他会舍弃的一个传统高低位的一个落位的战法，让风好不好，好假球差点掉，结果还是掉了，前面克拉追得到吗？来看一下 Chris Johnson 来一个双手扣篮，韩宇哦，李志杰又来了，哇 ，Defense 再给到 Chris Johnson 再扣一颗，哇，这第三节就变成南海岸的一些音乐啊，直接太阳队的 DJ 把他的这个歌啊直接取样当做一首歌放出来啊，是调侃到对方的教练。另外 Chris Johnson 是第三节勇士这边的亮点，三节拿下九分啊，另外上演个人的扣篮秀啊。哇，又是进攻犯规！哇，这个，哇，真的，如果强森是站得直直的话，还没有这个问题啊。他肩膀确实是有出去了。其实离球还蛮远的、啊。对，他这个其实肩膀不要出力的话，倒还好啊。哇，可能要控制一下自己的一个情绪哈。强森直接强硬的切入。这一球完全没有看篮筐的情况下，双子打到一个 N1 的，最后差点滚进去。